Hello， 各位网友大家好啊！其实，在每年的竞赛月促销主轴里面，其实这几年也变成是整个三 C 家电潮流的一个观察的指标。从去年呢，其实最主要大家印象深刻来讲，就是4K 的高画质电视。那今年呢，整个风向就转换喽，到白色家电这一块，包含说 Mitsubishi 它推出了 Sharp 水波炉，龙头车厂 Toyota 它也不甘示弱，推出了 Panasonic 的真空烤微波炉。以上呢，它也推出了 Panasonic 的智慧型清洁机器人。其实对于这几个白色家电来讲，都是现在目前最夯的家电产品。那如果这段时间在年中这边竞赛月想要有购车需求的网友，其实可以考虑说，这些白色家电其实也是不无小补。那当然喽，你不一定是买车，可是你对这几款家电有兴趣，其实就以往的经验来看，交车的车主陆续拿到白色家电之后，接下来会有一些网拍的试租潮。每个月10号呢 ，Ucar 编辑部都会推出当月份的促销方案的总整理，完整的收录各车厂各车系当月的促销情报。那有购车预约的购车准备的网友欢迎到 Ucar 网站进行浏览，谢谢。